这小面儿，嗯，你咋和的吗？你说一下子。烫的，烫一半儿，啊，一半汤面儿，嗯，一半烫面，完剩下那个凉水和。嗯，凉水、温水都行。嗯，不行啊，不行，这固定的。我爸去吃点小水果，今天没钓鱼去，这咋享个大福呢？这啥？啥玩意儿？这啥我可好吃了。我妈要蒸饼，今天，嗯，今天不烙改蒸了。蒸试试。抹点油，嗯，妥了哈。嗯，行多长时间？行，个把点的都行。嗯，熬的小米粥，昨天剩的肉末，泡点粉条，炒个盒菜一会儿，土豆丝儿。这小面还挺软的。这玩意不能抹太多了，抹太多了它跑。使劲的吧？使劲赶跑了，使劲。这玩意不是使劲的玩意，不能使劲，使大劲得匀乎整。就看能不能接下来了，它接不下来可完了。接下去肯定能接。饭屋里整，哎呀，这边小，这小啥呀？它就是，它跟那啥不？底下你正常应该给它擀大点，上边稍微擀小点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是，它那先头没翻，翻过来就好，来回翻着整。这不跟那金饼一样了吗？这就差不多了，啊，嗯，也够薄的了。差不多，行，这么大行。抹点油，这么蒸，多抹吗？还多抹能抹着吗？不是。烫个干锅，什么不是夸不上？哎哎哎，我妈真挺厉害。哎，看外边那是我爸的电动车，等他一会儿钓鱼去呢。刚那嘎子，你看雄赳赳气昂昂。今天没走上，今天咋的？廖广天这天这时候不在家。嗯。到这儿就直接那啥了，这是十分钟。土豆丝儿，炒辣椒。哎呦我的妈！青椒、土豆丝。来妈上班儿，小味儿，哪有哪有的，就是那个味儿。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这起大泡了嘛？今天怎么还浮起来了呢？蒸的太好了。这真厉害！哎哎哎，好了。有点醋。哎，是啥？这一锅，赶上做伙食饭了吧？啊，这够三个人、五个人吃的。那还不行。粉条。
韭菜。那你炒的肯定不错。炒的倒不一定好。这一大锅，多吃菜。这家人真是战士，那个多吃点没事，终于吃饱了，我呢，这是一张，这是一张，边儿敢厚的，我边儿有点厚，怎么找不着呢？这没事儿，这都能揭开。嗯，哎呀，这透明玻璃似的，怎么样吧？你接着这饼整挺好，给它揭都揭开呗，是吧？哎，慢点，别往地下掉啊！你整手包实咋的？这，他说他揭不开了，揭开了，这敢吃敢揭吧，老公。嗯，得先揭开吧。先揭开行吗？哎呀妈，还行。揭着放放气儿，我就爱喝香酒。哎，这一大。这个光这边吧，光那边能过着吗？能过着吗？不用它。你说我爸顾不着菜，老爷顾不着菜，你尝点块。咋顾不着菜？你这搁你家也不来钱。我爸是咋的？门前不让搞东西，啥玩意都离他远点，所以说往菜尽量往外延，是吧？那个四个菜，哈哈，开饭，四个菜，不能整太那啥呀，不能整太多。我妈说她这玩意不扛折腾，不扛抻，是不是？不扛抻是什么玩意儿？也不是不扛抻，它是烫面的。烫面的，嗯、就是不像那个啥，使劲抻的那种。不是凉水饼，就是意思。对，凉水饼扛抻。啊，凉水饼。这个是烫面的，你不烫面，半烫面。半烫面。嗯，我搞点小葱的。这其实高不高酱都可以，因为这个菜都有咸味儿。嗯，高点酱好，再高点辣椒油更好。嗯，不高那么辣，辣椒油更太辣。这个土豆丝儿不大高辣椒的。呀，我忘了，这玩意得靠边儿。哎，这咋酸的溜的？行了，你卷吧。嗯。你这个卷的也挺好。嗯。这大盘合菜的。这一大盘子合菜，买的话成本5块钱呢。5块钱哪买的呢？成本不是成本呢。嗯。嗯。等于。5块钱也多。你说蒸这饼咋的？比烙那饼软和。是吗？我们头回蒸。这个有点小了，是吧？我就来小就行，不来大的。是不是头回蒸？嗯，没蒸过，净是烙了。嗯，今天是我提议的，说蒸一个。要说跟爹妈搁一桌挺好，想吃啥就吱声，爹妈就给你安排一下。嗯，你就说烙，你去蒸得了。嗯，反正咱们这质量不一定太好，但是可能吃到嘴。哎呀妈，你别那么唠啊！你管它质量好赖的呢。可能让你吃，有人给你做，这就是一个幸福的事情，是吧？比我自己动手强。我自己的话，我就吃不了了。我自己顶多就是吃点方便面。要说这玩意就看鼻没鼻子呢，鼻子那都会。会是会，但是就是一个人有的时候做饭犯不上。行，费事。有几个说一个人天天还炒盘菜，这个那的。你像我爸要是自己做的话，他也不一定天天给你炒。自个还不能四百文呀。我吃饭不行，啊、我吃饭我一个人也不糊了。你看，刚夸两句儿。习惯性。不糊你也不要炒好个菜。对，你整一个菜都好。不是炒好，感觉太多了，老哥。炒啥呀？好几个菜，你就是吃菜了，菜香菜饭香饭那种。嗯。我这就跟包子，他俩是一个类型的。包子吃三张，我这个就吃三卷就得了，行吧？嗯，这个三卷也不大，薄啊，那比干糯还薄呢，好像。
跟干豆腐似的。嗯。这么软和。嗯，软和。这里油没看着呢，你抹的这油整哪儿去了？哪里？你说，吃这里还是？让面吃吧。这要是岁数大人，像我跟你爸那，你这就真吃了。和面的水温，这玩意儿不好整。这个卷的菜，菜还真挺软的，别那软。嗯，就是合菜，有点那啥。嗯，合菜这个东西水气大，它不像土豆丝的，土豆丝的干的。全卷好出汤。那我吃好吧。嗯，你看我爸卷的了，其实确实挺好吃。我也每天我都嚼那饼有点不好咬。这头得窝过去，不窝过去，我都挺疼。你得先给那个头整上。不对嘛，你这就不会捞了。嗯，先卷这个，这么的，完了之后他才能把它压上，你明白吗？哎，你俩，嗯，我再卷卷，掐住。都是菜，嗯，特别好吃。我今天吃的，我这伙食其实挺好。你别看我吃的没有啥肉，但是也非常香。吃啥都挺香。搁粥里了，一会儿掉粥里。那回搁这，嗯，卷太多了，你没拿住。你给我卷的。我这牙头前不对吃，你卷的香叶叶啥我咬不断，都得那啥，你这香叶都薅出来没了，这个，嗯，你都得一个劲儿都得让你要吃，好像我头一次吃卷饼吃这么香啊，饿了，不是饿了。到底你还吃回玉米，就是软和，嗯，软和。哎呀，擦擦手，精神精神，还能吃一张。那牙，今天那个吃的最香，嗯，最香，嗯，有史以来最香。嗯，等下次还这么整，整的。这个不要了，要多少这个有点儿。上回蒸的还能比这好。嗯，头回蒸。嗯。再来一张哈。吃完累赢啊。嗯。你歇会儿。你先来吧。下回蒸，你想着能不能创新，给这个冻浆饼当中夹点鸡蛋液。你老拎着其实那鸡蛋液，那玩意儿啥呀？不是创新嘛，那那个不愿吃那玩意儿，鸡蛋鸡蛋饼，我还愿吃鸡蛋饼。鸡蛋饼不吃，没有这个那啥的。你得有自己的发明，自己的创造。我们大岁数，做着就不错，我还创造。我妈说，我吃。那多大岁数？那九十岁的科学家，人家还搞研究呢。那玩意儿，那世界能人有的是，咱跟人家比，要跟人比还那啥呢？人比人不行啊！嗯，得学呀、啊！哎妈，学不了，你可别让我妈学，我妈累挺。我那老学那老，你妈这牙，这牙上整个啥玩意儿？韭菜叶不是葱叶，还学你？这正常发挥就不错了。这整饭吃，那点食物就不错了。你愿吃辣椒就辣椒吧，不高粱的吧，不打太辣，嗯，辣椒高粱，你们吃不辣？高粱辣椒呢？我吃不行，辣辣啥辣？不辣辣。今天没给我辣椒油。啊，
我吃的有点辣，但也能吃。我爸是凡是辣椒就辣。我是最愿意吃辣椒的，但咳嗽吃完了。你要不要给你啊？我不要，不要了。你卷的太粗了，我不愿意卷。那给你。卷的就是几卷的夹。我再吃一个也吃仨了。就三张。就这些，我完事了。嗯。你看，就板正的搞着烂了。你看人家长得了。你卖的不都这样事儿的吗？这一盘三个四个的，是不是？你都得这个标准的，卖那个卷饼。在老家的时候开饭店，卖那个炸鲫鱼，一盘子，也是大盘子哈。我爸都给他摆的那个头朝里头。完了，尾巴朝外摆一圈飞起来。那卖相，那开饭店那得要样，那不像这搁人家吃不要样。搁人家吃也得要样，你养成习惯就好。搁人家吃你也不能糊糊了。你养成习惯，干啥都有样。你放鞋都有样，放鞋得鞋跟对鞋跟，鞋尖对鞋尖，那鞋尖对鞋尖。你我爸的拖鞋。那你看我的鞋高没？昨天没有两大勺是不是？上那个。你不能可屋拽的。哎呀妈！上那个厦门，我不跟我爸那个住一个屋吗？那个拖鞋。他那个拖鞋板凳的高那嘎子，我晚上下去我就找不着鞋，我就打着转跑了。第二天早上可得找鞋，不知道啥时候踢床底下去。你那就燕飞去，是不是干哪去？你们养成习惯了，你看我就养成习惯了。嗯。晚上睡觉时候那鞋，到楼上都是，就搁那嘎高。那小时候你们穿鞋，我往炕上一上，那鞋飞出去，那不有事吗？那说别人你不也是吗？啊，你不也是吗？我还那样。你像人家你妈，人家整的衣服，人家都是板板正正、假假愣愣的，啊，可规矩。你说那是我老姨啊。都一样，你说是卷是好吃还是那么干巴饼饺好吃吧？你还是卷上那个，卷点酱啥口感好。卷上有肉有菜有酱，嗯，都一样。你就跟那玩意包饺子吃，你跟单吃馅子单吃皮，你跟那个包上吃。但我愿意卷点酱，因为啥？这就跟整个。你还有单吃面、单吃馅、单吃皮呢？也有吃不吃馅的，有不吃皮的，你就那样。两口过日子，有专门吃皮的，专门吃馅的。对，那你说整的多巧呢？哪有那样？那就是说最完美的搭档。完事儿，三张饼，嗯，两碗粥，啊，头一回蒸的也挺好，嗯，回头以后下回蒸，晚上也不烙了，这回就蒸。蒸的话，这个软乎一些，嗯，适合我妈的牙口。嗯，特别软。嗯呐，明儿见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